9月23号就是今年的赎罪日。赎罪日不嬲在以色列人来讲是代表了一个什么信息啊？虽然我们当然将它摆在被提，但被提那个只是一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其实是一年里面那一天就带着全以色列人的罪去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那然后去到至圣所的时候，如果神饶恕的话，那他们那一年就会怎样？风调雨顺。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会经济崩溃，他们就会被神审判那个经济了。没错了，其实今年就是那一个赎罪日，就是神不饶恕全世界的罪，而并且开始审判他们经济的那一天，抹了由那一天开始。按住赎罪日，神一不饶恕以色列人他们的罪的话，神审判他们的经济，所以就是讲春雨秋雨。因为农业社会如果没有春雨秋雨，他们会经济崩溃的嘛。看看这段的经文，我听见四户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粕糟蹋。他们的食物是端钱银子计的嘛，一钱银子几多小麦，一钱银子几多大麦，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经济崩溃的嘛。唔單止喎，佢又有天平，呢、這個天平稱出佢哋不義啦。啟示錄第六章第五節，記得第三印嘅時候，我看見第三個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一匹黑馬騎在馬上，手裏拿着天平。咦，好怪喎，天平喎、啊，天平喎、啊，咦？咁我哋喺今年吹角節咪見到麥加嗰度個天平冧咗落嚟，砸死好多人咯、啊。就係、是、今年喎、啊，就係、是、吹角節嗰日、啊。9月23号赎罪日，神要输的话经济崩溃。如果既然审判经济的，有乜好得过喺圣经里面的第三只马就是、黑马呢？普世释经家相信启示录所预言的第三马即黑马的审判是指经济崩溃及粮食短缺。实在上年全球经济崩溃的序幕大家皆有目共睹，完全应验约翰牧师所预测惊人地以梯级式下跌。上年9月23日赎罪日后，总结2015年第三季截至9月为止，香港恒生指数累跌5403点，相当于 20.59%， 以点数计为香港有史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季。单单第三季港股市值已经蒸发约5.89万亿港元，相当于平均每名股民账面损失约261万元。全球股市第三季都哀鸿遍野，单单第三季全球股市市值已蒸发约11万亿美元，即约85.8万亿港元。中国股市于第三季重挫 28%， 日本股市则跌 14.1%， STOXX 600欧股指数第三季跌幅达 9.5%， 创2011年第三季以来单季最大跌幅。德国股市单季重挫 12%， 美股标普500指数单季下跌 8.5%， 为四年来单季最差表现。显而易见，自从上年923赎罪日之后，启示录黑马级数的经济崩溃审判经已正式展开了。另外2016年1月31日播出的923的共同信息第五篇，有和牧师分析，作为经济指标的波罗的海干货指数出现持续大暴跌。该篇主日信息播出后4日，即2016年2月4日，波罗的海指数跌穿300点，再创新低纪录，报298点。2月9日，波罗的海指数再跌，报291点。大家必须留意，踏入2016年2月，一群经济大鳄亦已经决定部署沽空亚洲货币，人民币与全球货币必然再一次大暴跌及贬值。威博早已警告，今年3月将会重复上年全球股市及经济大暴跌，将当时发生的再循环上演一次，届时毁灭性影响将会比上年更大。现在你看的新闻占一半，是不是讲经济崩溃？今年呢，而并且你听的 Webbox 是不是讲紧两样嘢？就是今年的经济崩溃仲会严重过1929年十倍啊！你有冇听紧呢样嘢？好啦，你有冇记得嘅就系话呢度讲一钱银纸，你知唔知一钱银纸等于几多黑银啊？系3.7克。你记唔记得 Webbox 讲一样嘢？嗱 ，Webbox 系一个机器，系一个电脑。佢话嚟紧其中个 marker 就系你见到经济上面银系断黑计啊！呢度咪讲紧3.7克嘅银买一升麦子，3.7克嘅银买三升嘅大麦啊！佢话一钱银纸啊嘛，喂呢度讲紧啦。好啦，大家边个知道而家就我讲呢篇信息嘅时候，中国嘅熊猫币唔系再断安士计，系断黑计啊！咁你觉唔觉得今年嘅赎罪日系印证我哋嘅信息啊？留意喎，黑马喺923出现，但系灰马咧，灰马就系佢哋讲个审判就出现。由今年嘅吹角节，我哋讲嘅信息，我哋当然讲唔系审判佢哋听你，我哋讲只系讲翻出嚟啫。但系你见唔见已经成为审判喺呢个时代滚动紧啊？
9923赎罪日神审判世界的信息，展开了启示录以及四马的终极审判。上星期主日信息923的共同信息里面，又华牧师提醒我们，正因为 Planet X 的破坏实在非常严重，所以 Freemason 必然在这一年里面按住部署，煽动以及容让社会上一些败类在全世界以及香港制造出经济崩溃以及社会暴动等，藉此缓冲 Planet X 所带来对社会以及文明的瞬间最直接冲击。正当上星期主日信息播出后一日，农历大年初一晚上约十时，支持者早有预谋、煽动、策划以及部署暴乱，及至年初二约凌晨二时，情况失控演变成骚乱，大批暴徒在区内多处地方纵火，严重危害公共安全。部分示威者用杂物阻塞马路，更叫起行人路的砖块作为武器攻击警员。事实上，这次香港大暴乱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明正2014年发生占领中环后，又华牧师直精华短片《香港占中事件分析》与美国占领一个国家的12个步骤，以及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10个步骤，及早警告这些被煽动的暴乱和人渣革命，其幕后资金来源就是毒品，而且是幕后黑手刻意在警察和知事双方混入卧底，藉着这些卧底人物制造双方都出现严重的戾气和不满，从而使事件越演越烈，没完没了。第二，这次香港大暴乱亦惊人吻合上星期923共同信息对香港的预言性。黑马923出现，但灰马已经引入紧。黑马当然整个经济现在崩溃了，是不是？但问题是那只灰马呢？那只灰马就是说，他这个骑士就是他们的信息就有审判的权力，只要他讲那样东西就发生了。